行车记录器拍下前方水泥车一路高速前进，到了过弯处似乎没有减速，突然往左侧翻，瞬间倒下，重击分隔岛，一路向前滑行，倒地瞬间还压垮好几棵路树，现场尘土飞扬，巨大水泥车侧翻落地，车头严重变形，驾驶卡在车内。你人现在跟我做说话，可以啊，你卡卡掉了你。哦，好好，我虽然在救啊。驾驶受困，满身满脸都是血，已经虚弱到说不出话。消防队出动机具，撬开缺口，赶快救人。啊，小心把他拉出来。这起翻车事件发生在台南麻豆，初步调查，疑似转弯时车速过快，擦撞分隔岛才突然侧翻。啊，驾驶呢意识清醒，左脚呢卡于油门处，那该路段呢？为大转弯常有车辆翻覆，幸好驾驶虽然全身是血，但意识清楚，送医之后没有大碍。水泥车过弯失控侧翻，幸好没有波及其他车辆，车祸原因还有待调查。记者赖冠章台南报道。像这个梦梦水独家配方起入入睡关键，舒眠的元素能够安定舒缓神经，让你身心达到放松。当中有茶氨酸调节情绪，增强抗压能力，还有德国洋甘菊萃取物可以疏解焦虑，帮助睡眠。睡前的30分钟来一包梦梦水，白桃风味，酸甜好喝。